各位朋友大家好，我是 Mac 大叔，今天再度来到永和区的阿胜鲜鱼汤，这是这一间店正面的样子。好，那今天我们就再吃别的品项。然后希望吃得到，他有时候生意很好就卖完了。然后因为店家还蛮忙的，我就点那个酱烧虱目鱼肚套餐这边吃。好，他们小菜也很好吃。好，那菜单再照一遍，我这个酱烧虱目鱼肚饭是170，如果单点的话是110。好，那这边最著名的是鱼汤。好，再吃他们这个小菜啊，他们小菜真的超好吃啊，这个是卤萝卜，很大一块啊，而且卤得很够味。现在冬天了，那萝卜会很好吃。香喷喷，香喷喷的啊！嗯，哦，很好吃，而且很清甜。哇，是这个斑点。啊，推荐。啊，推荐各位朋友来的话，一定要点上一份试试看啊！那卤萝卜跟这个卤豆腐超好吃的啊，香喷喷，香喷喷的啊。嗯，哦，很好吃啊，哦，超级好吃的啊，这种生意真的蛮好的。然后再吃这个卤豆腐，嗯，它这个辣卤豆腐，然后还蛮下饭的。好，香香辣辣，香香辣辣的啊，很有味道。哦，这个真的很好吃啊，香香辣辣，香香辣辣啊。好，这两个我觉得是满分，尤其是这个味道很香。嗯。然后几乎每桌都会必点一个这个辣豆腐啊，真的很好吃啊，吃豆腐最会啊，赞啊。嗯嗯嗯。嗯，真好吃啊。好，那这个就是今天我这个鱼肚饭啊，不过它还少青菜，好，就决定是这样吃了啊。能放几箱灯头？我现在是不是有点卡住？好，那这个是台南的虱目鱼肚。现在怎么？啊，我说现在怎么？能放几箱灯头？现在有点卡住。啊，微微的肥滋滋，肥滋滋啊。好，甜咸甜咸的味道，然后这个是酱烧的啊，很好吃。然后再一份烫青菜，啊，很赞呢。然后这鱼肉很鲜甜。嗯。好，真的非常的棒啊，啊，好吃。好，这个鱼肉真的很好吃啊！好，就等各位朋友来品尝啊。阿胜鲜鱼汤的鱼肉是真的是很新鲜啊，新鲜又美味。然后这个是无刺的哦。嗯嗯嗯。啊，赞哦！然后白饭也煮得相当不错哦。真的很棒，连我家小孩都很喜欢。好，然后再夹两块豆腐啊，这豆腐超下饭。好，鱼肉吃完再配豆腐。嗯嗯嗯。
香喷喷，香喷喷的啊。嗯。啊，真的很过瘾。好，真的很好吃啊。好吃又美味啊。嗯，很好吃，嗯。好，再来吃青菜啊。好，其他是一整个套餐的，只是比较晚一点上而已啊。新鲜的空心菜里面还有点木耳跟红萝卜丝，啊，很好吃啊。啊，清爽而家常。好，相当不错啊。青菜的量也蛮多的，我感觉里面好像有点虾皮一样，鲜甜鲜甜的，不错。好，在这个店家讲说这个是新的酱烧鸡胸肉，单点是60，含饭是90。好，现在吃吃看啊，这应该更适合小孩子吃啊。嗯，这应该蛮适合我们家小孩吃的。嗯。一样是酱烧的香气啊，甜咸甜咸的，然后很开胃，蛮适合小孩子吃，然后很嫩，嗯，好吃。啊，这个配饭也很棒，嗯嗯嗯，哦，瘦滋滋瘦滋滋的啊，嘿嘿。啊，我个人比较喜欢吃石目鱼肚了，但是看个人喜好。啊，这个 N 早会喜欢，因为完全没有肥肉。好，适合喜欢这个瘦滋滋的朋友，然后完全没有肥油，不错。嗯。啊，也好吃，嗯。然后最后这个副餐的豆干，好，也好吃啊，但是个人比较喜欢吃卤豆腐，那卤豆腐味道真的很香啊，这个就是算是家常的味道，但是没有辣。好，这是这个鱼丸汤啊。嗯，好，鱼丸很好吃，就是一个很清爽的味道啊。汤头就是我要一个酱烧梅花猪，一个酱烧鱼片。好，传统风。好，没有鱼片。有，肯定要。哦，丸子好吃，然后汤头清爽。好，可以听得出来，就是其实店家生意非常好，所以刚等比较久一点哦，要有耐心。好，所以都是满分，赞。好，那匆忙之中我就要赶去上班，那各位来就祝你用餐愉快，拜拜。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 Make 大叔。那今天再度来到台北市万华区的牛腩汤，啊，这一摊牛腩汤就是真的是非常的美味，那我们就再吃一次，这是这一摊正面的样子。啊，妹妹，那我要那个牛腩汤跟那个控肉饭这边吃。哎，谢谢。然后这边就是万华很多在地人的美味早餐了。好，就先从这个肥滋滋、肥滋滋的控肉开始吃起啊。
相当大块啊。哦，里面还有牙签。好，所以各位朋友吃的时候要注意一下，我刚差点大口要咬下去了。哈哈哈。哦。应该还有吧，应该不止一个牙签。真正古早味。而且在太阳底下啊，热腾腾热腾腾，香喷喷香喷喷，肥滋滋肥滋滋啊。超级美味的啊，真的很好吃啊，咸甜咸甜的滋味，然后这个肉的香气啊。真的非常棒，超享受的啊。肉大块美味啊。这肥肉滋味很香啊。朋友啊，超赞的啊！来，镜头前面的朋友，张开嘴巴啊！哦，超赞！真的很好吃啊！万华在地传统风，赞啊！修腾腾，修腾腾。啊，这笋丝也是我喜欢那种味道，它是笋丝加酸菜的，很香。有车车。啊，而且很烫，要求哦。好，好，这个传统风的真的很好吃啊。我刚是去看我的车啦，因为那个有拖吊车经过。好，总之很好吃，传统风哦，赞。好，热腾腾热腾腾，吃起来真的是很爽哦。好，满分。啊，这家客人是相当的多的。好，再来是这个本日最招牌，这边的招牌汤品牛腩汤，啊，几乎每桌都必点啊。啊，这个牛肉相当的有诚意啊。我以前在我爸爸这边工作的时候，就很喜欢吃这家的牛腩汤当早餐。啊，这家牛肉就很好吃啊，相当的棒啊！啊，控肉好吃，然后牛腩汤也很好喝，肉质也不错。啊，汤头就很清甜，啊，真的很棒啊！萝卜这么大块，萝卜赞啊！好，现在冬天到了，现在萝卜也开始甜起来了，又甜又香。好，金猴奖，
真的是很棒啊。好，那相当亲民的小吃，那各位来就祝你用餐愉快，拜拜。好，那还剩一点时间，就拍一下这边路的状况好了啊。啊，总之万华是一个老社区，所以它好吃的东西是相当的多啊。啊，像这个陈记面线在这里就相当知名啊，陈记专业面线。啊，他跟我妈妈也是好朋友。好，在这个就是龙山商场，各位朋友应该找得到了。龙山商场里面有很多美味好吃的东西。哦，原本天气蛮冷的，现在天气变得蛮不错的。那一小段就好了啊，那就祝各位朋友有愉快的一天，有愉快的周末，拜拜。